不论你是否移民啊，估计经常会听到某个明星是华人、华侨或华裔，这往往让人很困惑啊，因为听起来都差不多啊。很多人可能会简单的把这类人归为是外国人，一听说某个人要去国外，就会破口大骂，崇洋媚外。其中啊，不少明星是真的委屈。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具体来聊聊华人、华侨和华裔的区别究竟是什么，以及哪些名人还算咱们中国人。大家好，我是加拿大的持牌移民法律顾问施景森，这里是我的移民留学频道，欢迎各位的关注，也希望各位多多的点赞、评论加转发。每周呢，我都会跟大家分享移民留学的干货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做个免费的移民留学评估，可以和我做一对一的沟通。首先呢，咱们来谈谈这个华人的概念。这个词听起来很熟悉，但是他们的定义其实很广泛。简单来说啊，华人指的就是具备中华民族血统的人。不论他们身处何地，也不论他们的国籍是什么，只要他们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统，我们就可以称之他们为华人。也就是说啊，华人这个词强调的是血统而不是国籍。举个例子啊，就像是金城武，他是日本籍，他也有咱们中国血统，我们就可以称他们为华人。还有斯琴高娃，虽然他是瑞士籍，但是有咱们中国的血统，所以他也是华人。再比如说巩俐，她是新加坡籍华人，李连杰也是新加坡籍华人，刘亦菲是美国籍华人。我们大家经常听到谁是马来西亚华人、新加坡华人，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虽然不是中国籍，但是他们祖上是中国人，身上流着中国的血统，那么也算华人。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华侨。华侨这个词的定义相对更明确一点，他们指的是那些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这里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是定居在国外，第二依然保留咱们中国的国籍。所以华侨强调的是他们的国籍仍然是中国，而不是他们所居住的国家。我来举个例子啊，有些人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但他们依然是持有咱们中国的护照和身份证，这样的人就是华侨。比如说女演员汤唯，她长期在韩国居住，但是还是咱们中国公民啊，所以她就是华侨。再比如说导演陈凯歌，他拥有美国的绿卡，但仍然是中国的公民啊，所以他也是华侨。最后我们来说说华裔。华裔啊，是指那些定居在国外已经取得该国国籍的人，以及那些在国外出生，根据出生国法律拥有外国国籍的人。从法律上讲啊，华裔已经不是中国公民了，但从血统上来讲，他们依然是华人的后代。举个例子啊，吴彦祖从小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出生，所以成为美籍华裔。再比如说杨紫琼，祖籍是福建的，但她从小就在马来西亚出生，所以称之为马来西亚华裔。我打个比喻啊，华人就像一个大圆圈，只要你有中华血统都能算华人。在这个圈子里面还有两个小圈子，一个是华侨圈，它是指在国外住但还保留中国国籍的人。另外一个小圈子啊，就是华裔圈，指的是在国外出生和长大的华人后代，他们拥有外国国籍。再例如啊，吴亦凡在加拿大长大，他就是加拿大籍的华裔。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区别呢？其实移民这件事自古有之，只是近些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发达才会让更多人了解。早在19世纪啊，广东和福建的商人就开始南下南洋了，前往东南亚各国谋生。他们通过艰苦的劳动和聪明才智，在异国他乡站稳了脚跟，形成了自己的社区和文化。那这些早期的移民大多是华侨，他们保留了中国国籍，并且心系祖国。这就不得不提到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了。早在19世纪的清朝，就有位叫孙穆文的秀才孤身一人来到新加坡来谋生，这也是最初的一批华侨。李穆文主要是靠说书为生，因为当时新加坡是属于马来西亚，华人遍地，所以靠说书谋生还是可以过活的。李穆文晚年赚够了钱，回国娶了他的第二个老婆，盖房子捐了个小官，生活也是非常惬意。但是他第一任的妻子是没有跟着回去的，儿子李云龙也留在新加坡。注意啊，这个李云龙不是亮剑里的李云龙，幸好他的妻子和儿子没有跟着回国，否则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了。李云龙后来有个孙子就叫李光耀，他就是华裔。李光耀长大之后带领着新加坡独立，成为了开国总理，把新加坡从一个落后的小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引得无数的富豪纷纷移民过去。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移民到国外的人呢？
许多人经常都误解或者混淆华人、华侨、华裔的定义，甚至产生一些负面的偏见。例如啊，有些人认为出国的都是汉奸，那这种观点就是既狭隘又错误。就像李小龙，他籍贯广东佛山顺德，后来移民到美国，好多人也因此说他不算个中国人。但李小龙一直宣传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和功夫，即便他是美国裔，但外国人提到李小龙，想到仍然是中国。这就说明了李小龙实实在在的让咱们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得到了传播和发展。那这种贡献难道不比那些键盘侠要来的大吗？正所谓一衣带水，咱们政府一直对华人、华侨和华裔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支持。对于华侨，咱们中国政府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归侨子女的教育加分措施。此外呢，在海外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咱们中国政府也会迅速的采取行动，帮助华侨回国。例如在2012年的时候，利比亚的撤侨事件，咱们中国政府就派出了180架民航飞机和5艘货轮，把3万多名中国公民接回了咱们祖国。那现在仍然有不少中产家庭会想着去办一个海外或者港澳身份，让子女在当地读书，拥有一个华侨身份，这样来回参加华侨生联考或者是考海外的这个名校，分数就不需要太高了，也能上这些知名院校。这就属于前人植树，后人乘凉了。那么怎样才能拥有华侨身份呢？有许多选择移民香港或者澳门，那这些地区不仅和咱们大陆有着紧密的联系，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教育资源和生活便利。那港澳的身份的持有者也可以在当地接受国际化的教育，并享受高质量的医疗和生活的服务。也有人把目光放到海外，例如说马耳他的永居计划。马耳他它是欧盟成员国之一，通过购买房产或者是租房，再加一部分的一些捐献，就可以获得永居身份，还是一家四代。它不仅风景优美，还提供高质量的生活和教育资源。此外呢，还有希腊的黄金签证，可以通过购买希腊的本地房产，20万欧200万人民币这样，就可以获得长期的居留许可，还是一家三代。这不仅可以享受欧洲优越的生活环境，还能为子女提供国际化的教育机会，最后还是可以参加华侨生高考。当然呢，欧洲这么多国家还有一个叫葡萄牙的黄金签证，它类似于希腊，是可以通过葡萄牙政府所指定的基金获得永居的身份啊，居留的身份。而且葡萄牙这种身份持有5年啊，并且在5年里面有35天的居住呢，就可以申请入籍拿葡萄牙的护照。拿到葡萄牙的护照就相当于拿到欧盟29国的护照，你可以在这么多国家里面定居生活工作，享有本地的对应福利，德国、法国、爱尔兰都可以去了。好了，如果你对这些相对感兴趣，想要了解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让我们来为你做个免费的移民留学评估。我们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我是加拿大持牌移民法律顾问石景森，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欢迎随时留言或者联系我们，记得点赞、评论加转发，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这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